领最多元过敏的尘螨长什么模样？它会走哎、欸，对啊，然后它就在动，它为什么是透明的？睡觉的时候它会爬到耳朵里面啊，鼻孔里面。你看得到，说我们室内空气的品质真的是相当恐怖。又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特殊过敏源呢？有可能，换一个男人就不过敏。Maybe yes。每周日晚上7点，健康搜查队就在公视13频道。